金币啊，我能拿奥特曼卡片了。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啊，这些金币怎么没人要？那就是我的了。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。白雪，快别唱了，你的金币都被大宝和黑暗魔王拿走了。小美，你也拿一些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其实是这样的，大宝黑暗魔王，你们在这儿啊？我明天要举办演唱会，你们能来听我唱歌吗？我才不去呢，听你唱歌还没有在家玩游戏有意思呢。那好吧，黑暗魔王，你要去我的演唱会吗？我也不去了，我又不会唱歌，听不出来你唱的好不好，我还是回家睡觉吧。大家怎么都不想听我唱歌呢？难道我唱得很难听吗？白雪，你怎么了？大家都不喜欢听我唱歌，巫婆婆，你能帮帮我吗？这好吧，我来帮你。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，但是有一样东西大家都喜欢，那就是金币。有了，我想到办法了，魔法变。好了，现在您唱歌就会吐出很多金币，这样他们就会为了金币认真听你唱歌了。这真是太好了，不不不，谢谢你。所以这些金币就是给你们准备的，小美你也拿一些吧。我不拿，白雪你不知道，大宝和黑暗魔王只是拿走了金币，并没有认真听你唱歌，所以这些金币不能给他们，我去帮你要回来。哎呦，小美，你为什么追我们？你们做了坏事还敢跑，快站住！大宝，我们听听他说什么，反正咱们什么也没做，不怕他。大宝，你们怎么跑这么快？你们俩快把白雪的金币还回来！还不还就不还！你们真是太过分了！那些金币是白雪为了让你们认真听他唱歌才编出来的，可是你们连听都不听就把金币拿走了，小朋友们都会给你们打零分的。小妹，谢谢你听我说话，那些金币就送给他们吧，我不要了。白雪，对不起，我们之前做错了。是啊，我们不应该忽视你的表演。这还差不多。大宝，黑暗魔王，没关系，我原谅你们了。现在你们还愿意听我唱歌吗？当然愿意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要唱一首最好听的歌曲送给你们，也送给屏幕前的小伙伴们。大家想要听什么歌曲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